有不少公司为了要节税，以取得不实发票，甚至买发票，或者以虚报薪资的方式来垫高公司的成本与费用，以降低公司的课税所得额。此举非但不合法、不合理，而且很容易被国税局盯上。公司如果要进行节税规划，建议采取合法的节税管道。